今儿早吃啥子？吃啥子？搞个腊排，泡泡妞。腊排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咱就烧泡泡妞。好，两个鸡汤搞啥好吃的噻？烧的都是人爱吃的。我现在吞出来，吞出来放了小火对我来抗议。盘子好了吗？盘子拿过来嘞，这还上桌的，还有点香气的。开饭了。来，我给你挖两块肉，再等你再拉开，把你也吃，你该会找我们生意来，我给你倒一下啊。好，吃。这山寨鱼好吃，好吃吗？我看着羊面好，连刺都不如没有。